草屯镇新厝里与新丰里内巷道因年久失修，导致路面出现许多坑洞，而在县长会勘过后也允诺将立即施作工程改善。而新厝里排水沟渠因设计不良导致雨水衔接不及，县长也允诺一并处理。新厝里吼，啊甲新丰里啊，两里吼，啊拢是这路面的问题啊，啊所以像咱新厝里啊，148项啊，这路面啊拢害去啊，啊我去啊看，确实嘛害甲真严重，啊而且吼，迄个路阁无水沟。啊，所以即摆今日来看，伊特别个要求，看会当水沟阁顺续甲做做无？即摆新农历这红信道路吼，这路面嘛拢会加上，拢二十几年拢无阁封闸啊，啊拢害了了。啊，所以今日来看咱草屯镇吼，啊，这两件这个道路啊，都差不多要将近开超150万吼。啊，我想啊，这个地方有需求啊，我们就要来做。县议员简世胜不仅肯定县长的施政作风，更感谢县长体恤民意，解决地方长期的困扰。更保障居民出入的安全。黄泛路吼，这条道路吼，已经是足久唔捌来个做啊吼，几十年啊吼，啊这路嘛，互咱地方非常的困扰吼。啊，咱新厝里吼，伫咱巷仔底只吼，只咱有几个条巷仔拢真歹吼。啊，今日馆长专工来个看吼，咱店仔街路嘛，甲铺较好行嘞吼，囡仔出门行路嘛，袂摔落吼。啊，咱。厝楼层嘛，搁较清气吼，啊嘛未搁积水这个现象出来，这是非常好吼。啊，咱馆长真用心吼，啊实地甲了解吼，是毋是有这个需要吼？啊，所以讲咱咧从地方建设的好势，啊，让咱生活品质搁较提高。期许在县长及议员会勘过后，能够紧速施作工程改善，不仅维护居民的出入安全，也改善逢雨必淹的窘境。记者刘永胜草屯采访报道。